交叉针，首先我们勾一行的短针，这一行的每一个针目里面勾出一个短针。我们勾交叉针，首先起针的时候是起三的倍数，我这个是起21针的长度。我们勾完这一行的短针，然后立三个小边针，把织片转过来，钩针绕线，第一针不勾，在第二针的位置勾长针，第三针的位置还是勾长针。然后继续钩针绕线，在第一针的位置挑我们这边的半个辫子针，钩长针。然后继续钩针绕线，空一个针的位置，再下一针，钩长针。下一针钩长针，两个长针，然后我们钩针绕线倒回来。空的这个针的位置，挑半个辫子针，钩长针。这就是交叉针的钩法。我们勾到最后还剩一针的位置，然后我们给它勾长针。勾完长针以后，立一个小边针，织片转过来，再继续勾一行的短针。每一个针目里面勾出一行的短针。重复就是。勾一行的短针，然后再勾一行的这个交叉长针，就是这样的花型。